够吗？啊，是的，因为你选择太多了，有一说一。而且没地方，就是当你分散出去发育的时候，别人可能已经搜完枪，已经过来站点了，可能会是。等等，先换个衣服，噔，CCG 的同款队服，祝咱们兄弟手里的枪永远发热，手感爆炸，在这次的比赛中拿得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，CTG 加油，冲冲！我死了这个地方。哦，小九放到了小五弟弟，是，但龙斯而哥那没动。边是的，哎，不，当我没说，他被远点看到了，他被连被续打掉了。CDG 看到了，是的，是的。我还在不想过呢，这就个是，龙斯哥这个买位其实是有机会的，有机会一打二的，甚至啊。是的，这个也是源于 CDG 在远点啊，是观察到这个信息了，而那边看到17跟滴滴，17应该是接了波车。我们刚被扶起来，是说这个典型是救不了了。应该是听到脚步了，听到脚步知道这边有人。天路这边选择清啊，江已经被埋掉了。被喷了，1897，防守的神，这边补枪第一时间没有上去补。因为看不到，看不清。有烟，所以说现在只能被宁夏。这宁夏这波血赚啊，前期天崩开局这一波拿了2分，真的是赚。再喷一个1897，完了天路，还有一发，先骗枪小 pick。哦，还是被我宁峰打差掉，点被穿了，贵是的。贵。啊，宁夏这波感觉打完第三个人之后，其实有点上头，他想再拉出去打。压力就会小很多。确实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你看，你看，这是很准。我这个也太准了。小北现在应该有790多个淘汰，他今天看有没有机会打破800淘汰。那我觉得，其实 CDG 目前的这个站位，它其实南边控的挺好的。就是林强，我觉得可能是想要摊一点，他摊到这个养老院这个位置了。如因果为他现在养摊老，出事情了，对，他觉得养老院的队伍，他不会太分散在门口。不错的点位，有机会进入决赛圈。不点，哦，巨幅从南边过来，我俩血量两很边互低。换。对方有雷啊，打残之后知道一丝血，小宇宙要去补雷，但是这个伯良已经是跑位跑开了。诶，怎么肥哎，四？鹏鹏。龙鹏应该是出去吃信息的时候被远点天霸架枪的人打掉的，不过北力不边大啊。终于开打了，天霸是的，和悟空已经试探很久了。没错，他在南边巨幅很尴尬，要率先吃蓝球伤害了。FTI 阵型是一个包夹之势，手雷轰炸，锁定在石头后面，小宇宙已经很难操作了。护岛，侧翼常回魂规。是打开突破口。对，但是他抢枪，他的位置还挺精确的。在在跑听，位，但是，对，听到了。这个跟枪没问题。蓝圈再缩的话，阶段北四边，救不了吧？是的，北边靠！也分数了。这个全形 YLG 真舒服。好，这面推枪，打我一穿四嘛。因为我刚才看的就是他有两个人，当时第一时间是不在近点的，所以第一瞬间其实天霸如果说能打个你来我回的，我就觉得他已经很牛了，因为他这是近点的，的人会更多，这悟空的近点人会更多。是那的，其实就没哦，有给 TFY 圈架的时间。好，来撞狂，羊排的位置，Freezing Boy 是连续把这个魔王是连打带补，自己守门先封烟关门，封哎，烟这来不个及了，来动不及了。作，是的，知道你人头住，CDG 直接上来强顶你，而另一侧终于来了 SMS 冲击了天路的防区。大塔是连打带补打到一个，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，就是你四冲二，你真不。肯定是有出枪的机会的。哇，这个小过点北，差点，冲锋位置，对，就是有点被限制得很死。这个就是过点，这个围这剿雷不不好错，过呀，太匆匆难打了了。半血，飒飒一颗雷补了个伤害，倒一个。我觉得是还有的，的打，天路还有的打。你看。他知道人在一楼，但是具体的位置我估计要出事儿，要出事儿，出事儿，被埋了，出事儿了。想打得主动一点啊！而那边这一拖延，波好像四面八方都在冲点，是的，已经看不过来了。是的，天路已经被打没了，已经没了。然后现在就看 4M 这里了。他们在冲，牛海表在北边的话是天霸冲 MCG，啊，真在冲点，正面楠楠放到了 Forever，现在目前血量保持得很健康，满血，队友还不来吗？就靠林南江一个人。再拉出来啊，没办法，小鹿一波爆头，直接把楠楠打掉。
直接不打算来这波的话，我觉得也有可能是 New IP 也走不了，就是个大问题。然后直接过来的话，外面如果有人加枪，确实很难。而另一边好像天霸是把 MCG 给冲下来了，17一波扎点是扎到这个月亮坑当中，GFI 能够在北边空开，但是 GFI 目前是。大的这个受益者就是 GFY 了，因为这几波跟他都不是什么正面的冲突。是的，舒服得很。清完了，已最经清后，完了。零速被蓝圈淘汰。上把还有一个撞点，就是这个是个两段式防区，一旦冲了这个海景房的人是没办法去支援的。开冲了，冲到一半，这个石头的位置，我就说三面挨打，正面是 DDC，左边这是个枪牛先，胸，右边床头柜，这。这也太难了吧！我一说这三个队伍讲道理打这个距离，都是一等一的强。是的，其实他被三面包夹，这没办法，而且那个石头阵。还说还有一个人在蓝圈里面，然后一发现自己后续是第9名，就排名分都差一点点。是的，侧翼有枪线，这个时候要规避一下侧翼枪线。底坡已经开车了，走一个，留一个，这个想贴坡这近一个点地吗？方。呀，不好打，不好打，没那么好打的。使气要冷静一下，因为后面有 SMS 狂抽。是的。牛排比真的去贴 DDT 了，然后 CDG 肯定是要去接管战场的。前面我看明明好像是用雷还是周品言用雷就有一个击倒的，是，哦，那边已经结束了，是不是已哎，经这个雷团没块办了？法，王骚骚收回了2分。那么 CDG 开始选择进攻这个防区，楼顶上有3个人啊！知道，波 M 这波直在接冲撞这回里，这防区，但是冲不下，能冲下来吗？不好冲吧？黑猪在直接的车上接下了 guard V，三打二，被被白闪了，了。进来先打一，哦，他黑打猪了一个，放到一个，中东。再接没问题。其实闪扔的不错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守在外面那个人，我估计就是应该也是被白了，但是不会进来，我就打提前枪就行。还是要打。哦，娃娃这边很准啊，把吴越放倒，但是这个位置不在群，迟早打完。那 YLG 的话，现在要把重心放在南边这个尖顶房，两边打完之后要。以血魔这么老练的性格，然后他一定会把旁边两个人拉着的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我 觉得我不还像是是比被较堵堵人，应他们该的。去找人。他是想去找王骚骚的位置，但是这个位置你根本没有判断出来。这波没，被王哇，骚骚是玩好晕险，了。是的，玩晕了，这波真的是压制了一波。先补人，把光心扶起来。这个在楼顶你不好去找啊，关键是这个楼顶。进来了，王骚骚玩起来了，但是还是，这是被原点 YLG 的人给打掉的。是的，我刚听就是王骚骚跳下那一瞬间，我跳下来的 声音，是的，就是这么巧。那个独狼奴隶啊，王骚骚都真的是非常秀啊。高鑫还是被你给解决掉，这把 YLG 也是吃大分了，拿到7个淘汰。对于目前这种需要追分的队伍，这把真的是。又两边都是在用那个载具，然后贴近，但好像没有什么雷了。这时候 SMS 终于可以腾出手来抽靶了。哎，你看这面马路上，你想吃信息被九幺幺直接放倒，远点灰猪也是被 SMS 给击倒，解开就给拿下。这个时 SMS 找候，到这个机会进圈，对，被考破验坏抽了。靶能力的时候来了。是的，而且这边是连续放倒2人，GFI 这波是有点亏啊，这个树有点细，能挡住吗？不好挡。哦，哇，好准！一打一，他打了3个。是的。这兰博很被动啊，而且还能扶人，关键是这个蓝圈很慢，三个人是救不了了。哇，哎，居七五然，，SMS 优势已经很大了啊，现在是慢是慢的在往圈内推进。，YLG 是黑猪有机非会常有快机会有机会，对枪击倒，但是这个厕所就找了一波 timing，动作去拉位置，但是过点被打掉了。SMS 这一波其实是赚回来的。
那不是就没药了吗？那一枪就没了，其实对于黑猪来说，没药了吧？他刚才打药就打得很犹豫。是的，应该是没药了。没东西，而且没有烟，只有雷。这个距离扔雷没有用。哦，炸到了！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，出不去啊！关键是，他这个雷是怎么雷倒的？我都感觉是岩石雷了，都快。哇，太可惜了！我真的觉得这把黑猪打得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哇，黑猪这把发挥真的是太亮眼了，只能这么说。我感觉他。